好，我先示范一个，然后贴，就是把它铺平的铺板。但是两只看不出来，你们是不是都想要回去偷偷做法式料理给太太吃啊？是吧，理事长？哎，我们转我也是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准备一下。我需要有人协助我，因为我按错了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加到最大的。小心。好，要烹调其实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。哎呦，看起来我们市长平时有在下厨啊？哎，有没有一点掌声敬一下？好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微微的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肉片再放到这里。Okay. 蔬菜，哇，这个营养一百分。放到中间。再来，再把它包起来。包起来，对。来，这个交给我。好。哇。然后把它转一转，它就变成这样子。对，它就定型了。就定型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再来就是把它拆开，再放进去，牛肉汤再冲下去。再冲下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看起来我们市长已经哦胸有成竹，就是一百分，这个简单的。来，可以把它拆开。慢慢看，是的，来，搬过来，真的开始有一种我们在吃法式料理的雏形出来了。好，然后汤再把它从上面冲下去。这个有点，这够热吗？有滚吗？要等到热，没错。可以用这个吗？不一样的汤，不一样的汤，快要滚了。好，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乌龙茶香的牛肉汤嘛？对，没错。对，这也非常特别哦。是啊，是我们经典法餐中的这个清汤、哦。这有茶香，有茶香。真的，所以有比较不一样的汤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温度就够了。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市长再从中间冲下去就可以了。中间冲下去。对。哇，来 ，OK， 哦，市长专业哦，哇，这是我们米其林指南绿星餐厅简编的主厨，哇，加上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市长的第一个烹调料理啊，全部都腌满，全部腌满啊，对，全部腌满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哇，太香了！一个热腾腾的这个法式餐点，我们就来完成了。那个陈主任来干点点，一手快起来，来，陈主任来，你有烤火啊，完成陈主任烤火哈，然后底下锅。